first time we danced, and I knew as we swayed to the music and held to each other, I fell in love with you. Could I have this danc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? Would you be my partner?叫秦大林，今年87岁，2008年开办电脑班。14年来，我们在杨老师的教导下，同学们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。下面请欣赏。重阳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，传承至今，久久含有长长久久、长寿尊贵的寓意，所以也赋予了天长地久、生命久长、健康长寿的寓意。江浙上海联谊会30年来，每到重阳节都会贴上岁岁重阳、今又重阳的标识，举行敬老活动。尤其是从2012年以来，7年当中从未间断，每年举行大型的敬老活动，成为联谊会的一道亮丽风景。我作为联谊会的老会员，有幸目睹和参与了这一期活动，人生坎坷，转眼我已是耄耋之年，来不了会所喽。但那一幕幕老年人兴高采烈的模样，那敬老会上热闹的情景，那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，这一切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，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乱心头，在这里通过视频反映联谊会重阳节敬老的场景，是我对联谊会的一片真情。作为对会所的献礼，做得不好还请海涵。
幸福之花，处处开。